多少因缘才能够让你对七轨超生了解的道理一个情绪，那要经过多少次多少的福德才能够听得下去这些道理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鱼通就不小，他就感受到这种道理了，可见他数世不善缘，数世的不修。我们鱼通再次掌声吧。这两天的回想，我觉得都人心都系在一起。以前有点听说一心一心的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说的又不见得对。慢慢长大的时候呢，才慢慢觉得原来人在一心之间呢，心有余悸会怎样？一缕光的。当那个一点通通的时候，你又恍然大悟，哎，那我的心真的可以相通，可以相应。现在在座的各位，心有没有相应呢？我们的心定在哪里呢？定在老母的这个根源上，好吗？你相信各位学的这个根源会真的啊，如何所为比天啊？好，再下来。请信义单位的填写，陈小林填写上台分享，谢谢。